拜乡亲，继续看三位在河台北夜间时新闻，我是美莹。来看台北松山区中仑市场，第二十年前，比如讲来保庇市场民众平平安安，所以是特别来起了主神像，而且训练了一尊独降天宫的妈祖。第二年在妈祖生进前，因为选择礼拜夜时间市场休困时阵，而且在拖缓信徒，最多到天宫来去做进香。今日主神像十外顶头，约过700名的信徒来到位时阵，这个港铁局伊嘛办了真济炮啊来加欢迎。伫罗岗中山路甲三民路的街头，来自台北的中仑主神像700多名的市场摊贩信徒，今日陪主神马登来罗岗天后宫合作进修。罗岗天后宫嘛以礼相待，沿路炮啊是放袂停。朱克马26年前为天后宫分灵出去，保庇着中仑市场的摊贩，让伊生意顺顺利利。每一年在妈祖生进前，拢会趁市场休困的时阵，选一个礼拜一回来罗岗天后宫合作进香。中仑市场啦，我是中仑市场的时阵吼，啊，这生意人啊，这大陆港分明，敢若讲23周年的纪念，啊，咱就会使讲，大家拢生意人拢对博啊真有信心，所以敢若会请伊，敢若来咱的中仑镇啊，大家生意人大家来敬贺。等下坐庙客座，除了主神宫的妈祖，也有真侪市场附近的宫庙做伙来参香。因此，每一年中仑主神宫要等下坐庙客座进香，规个松山区中仑市场民众就敢那亲像是放大假同款，大家是随着妈祖做伙来罗岗旅行。将新闻台记者罗岗报道。